圈中的甜蜜爱情，张子琳要花更多时间陪老公。张子琳和聂磊这对娱乐圈中典型的白富美和高富帅组合终于结婚喽！上周末刚新婚的张子琳就忙着来上海捞金，看来结婚之后张子琳真是家庭工作两不误呀。不过家庭工作的天平小两口还是知斤知两的，张子琳表示婚后会花多一点时间在陪伴对方。生和恋爱的时候肯定会不同，现在可能会花多一些的时间来陪伴彼此吧。年轻人的婚姻难免磕磕碰碰，摩擦拌嘴少不了，就不知道张子琳和聂磊这两个人谁才是家里的大管家呢。